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。作为著名体育评论员，黄健翔在国内有着很高的人气。2009年10月，黄健翔妻子再度被曝怀孕，2010年生下一子，黄健翔三度当爹。今天黄健翔带着两岁的儿子一起出海钓鱼，能干的儿子钓上了四条，也乐坏了黄健翔。兴奋的黄健翔也开心地炫耀儿子的傲人成绩，今天出海钓鱼爽，最爽的是儿子居然钓上了四条，跟我一样并列全船14个人的第一名。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。酷六娱乐整理报道。